对于男生来说，女生的内心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神秘的地带了，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里面究竟装着什么。追求美丽是女生们永恒的目标，因而很多女生都会通过少吃饭来达到减肥的目的，可她们却绝对不会断了零食。一个化惯了妆的女生是绝对不喜欢在素颜时被人看到的，同理一个素颜惯了的女生化了妆反而不敢出门，而且女生在化妆时的样子是绝对不能被心上人看到的，因为瞪眼睛崩人中的姿态真的很吓人。大多数女生在家里照镜子都感觉很满意，可是出了门照一下路边的反光玻璃却总觉得有点小缺憾。屌丝们要明白，再美的女神其实也是凡人，她也有挖鼻孔抠指甲刮腋毛的时候，当着别人的面喝酸奶的时候她一定会撕开盖子就扔掉，其实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八成都会先把盖子上沾的舔干净。当一个女生对你说我好胖哦，这时候你一定要说哪有啊，一点都不胖，如果你说哦确实有点胖，那你就自行保重。谈恋爱的时候女生是超级敏感的，你的一句随便在他心里却可能等于他不关心我他不爱我，你的一句都可以在他心里就可能等于他不关心我他不爱我，你的一句你想怎样都行在他心里很可能就等于他不关心我他不爱我了。因而当女生发脾气或者无理取闹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说真拿你没办法，其效果胜过你事后道歉一天认错两天讨好三天。总结起来说，女生是一种曲线动物，所以她说的话往往可能并不是那个意思，她说要就是要，她说不要就是要，她说不要就是不要，不要可能就是要也可能就是不要。你明白了吗？哎呦我的妈！